你们的好朋友小鹿姐姐。今天呢，将会有一位奥运冠军来到快乐大巴做客，他将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挫折和坚持这个话题。奥运冠军，我来了！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金豆哥哥。当我们的奥运健儿走上赛场的那一刻，无论最终的成绩如何，都值得我们所有人为他们起立，为他们鼓掌，为他们点赞。那说到这儿，我想问一下黄博士和一天哥哥，在奥运比赛的过程当中，你们最喜欢看的体育项目是什么呢？小时候因为家里人非常喜欢看举重的项目，我也跟着看，大了之后才会知道，像这样的不断的挑战甚至超越自己的极限，其实不仅是对体育项目，也是人生的一部分。一天哥哥呢？我特别爱看我们国家在这个项目可以取得非常好成绩的项目，比如说跳水、排球，还有就是举重。没错，那么今天呢，为各位请到的这位特邀嘉宾和举重又有着哪些渊源呢？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的特邀嘉宾出场。有请第29届奥运会男子举重冠军张湘桥。大家好，我是张湘桥，曾经是一名中国国家举重队的运动员，现在就职于北京体育大学教育基金会。2000年悉尼奥运会时，我17岁，第一次代表中国出征奥运会，就拿了56公斤级的铜牌，成了中国举重队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奥运奖牌获得者。当时所有人，包括我自己，都对2004年雅典奥运会寄予了厚望。在接下来的3年多时间里，我的成绩有了长足的进步，眼看着离奥运冠军的水平越来越近，我渴望在雅典赛场上如愿以偿，奏响国歌。但就在2003年的上半年，我的腰部受伤，为了能更快地投入训练，我做了封闭治疗。可遗憾的是，医生不慎把封闭药水推进我的腰椎里，经抢救3天3夜才渐渐苏醒过来。20岁的我虽然幸运地和死神擦肩而过，但医生说至少需要1年多甚至2年的时间才能恢复，期间还不能有任何闪失。从此我不再是众人眼中理所当然的雅典奥运冠军人选，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再参加这项运动。绝望、崩溃、苦闷、彷徨，那些日夜，就算深夜里泪水流干，就算无人处拼命呐喊，就算麻木放空自己逃避现实，都改变不了任何已经发生的事实。就算不甘心、不认输、不愿放弃，但现实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在时时提醒你，已不是当初那个势不可挡的你，已不是所有人深信能创造奇迹的你，甚至已不是从前的你。到底是退役还是继续练下去，我非常纠结，但内心深处却一直有个声音促使我无论如何练下去。那个声音就是2008年8月11日是北京奥运会男子举重62公斤级的比赛日，无论如何我要走到那一天。最痛苦的时刻，只要想起还有这么一天在前面等着我，我就愿意相信我还有希望，我就愿意相信自己终究还会走到奥运赛场上为国争光。从1991年9岁练举重到这一天，我在这条路上走了18年。2008年8月11日，我终于登上了北京奥运会男子举重62公斤级的冠军领奖台。我如愿以偿，在家门口的赛场上为祖国奏响了国歌，升起了5星红旗。今天在这里跟全国的小朋友们分享我这段经历，是希望你们知道，一个人一辈子的路很长，
总会遇到不如意的时刻，在你想放弃之前，请认真听一听自己内心深处的那个声音。只要你心中还有希望的声音，就请一天天努力走进它。无论是否能够变成现实，你都将变得更好更强。谢谢大家。欢迎张湘祥，欢迎欢迎。听了你跟孩子们的分享呢，真的深受触动。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能不能给喜欢这项运动，还有像我们这些喜欢观看这项运动比赛的这些观众普及一下我们举重方面的知识？作为举重运动，和大家普及的是什么？在以往他们对举重的看法是什么？就是举重太粗鲁了，举重太残酷了，举重会把我的小孩压矮。其实在传统，举重就是要举得很重，但是要如何举得重，这就需要很多科学的方法和惊人的耐力、意志力和品质。它是一个挑战人体力量极限的这么一个运动，要不断地超越自己，超越自我，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这在人生中给我们的启发就是要脚踏实地，不断地勇攀高峰。但有勇攀高峰不能以坡式的上升，一定是以台阶式的上升。上一个台阶提高成绩需要巩固，才能上第二个台阶，再需要巩固。我经历了22年的举重生涯，在内心底给我的感受，做任何事情要细腻要踏实，才有可能超越自己。所以任何一项这个体育运动里面呢，除了这个技巧，里面还包含着很大的这个运动科学在里面。是的，其实刚才张湘祥上台演讲的时候呢，有一个日子被他多次提起，就是2008年的8月11号。那么在那一天当中，我不知道我们年轻的观众，包括我们的小朋友们，你们是否知道，或者是有人是否曾经记得那一天张湘祥在我们的这个奥运举重赛场上发生的一切呢？那这样，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先来了解一下。哎呀，时隔这么多年再看还是特别的激动人心。没错没错，尤其是最后那一刻，然后亲吻那个杠铃的时候，我相信让很多人都很动容。有没有一下就回到了十几年前？我最记得当时已经确保获得冠军了之后，还继续不断地在网上挑战更高的重量。所以我想，就是他的这个整个的夺冠的过程向我们告诉大家，他在挑战人类的极限，让我们特别的感动，向着我们的目标一直在往前迈进，是值得我们所有人记住和学习的。今天呢，还有4位特别喜欢举重运动的孩子们也来到了我们节目当中，我们欢迎他们。欢迎欢迎欢迎。那我想问一问两位，就是已经开始进行专业训练的孩子们，你长大之后想做什么呢？我长大后想成为像张湘祥哥哥一样的举重冠军。这个目标可是不小啊。那今天呢，张湘祥叔叔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了，我们大家呢练过的可以呢好好跟张湘祥叔叔学一下怎么样提高自己的专业技能，但我们没练过的我们也尝试一下好不好？好，来，我们上杠铃，我们3位嘉宾上来感受一下好不好？来，欢迎。哇哦，你是举过吗？没有，从来没举过。在我们专业运动当中有一种握法叫锁握，日常来讲你们平时提东西拿东西都是空握吗？空握。空握就是拇指在食指的外边，外面。锁握就是先锁住然后外面的包住拇指，这叫锁握。锁握呢就更容易锁住物体，是这样，不容易滑。那个张教练，我呢对这个特别的熟悉，感觉
每次我们看到专业运动员上场前都把眉粉他用的特别多特别多，是吧？小鹿姐姐，像你这种容易出汗的双手啊，估计都不太够用的。没有，这个很多人就不太知道这个到底是什么，不是包饺子的。人家有人说，哎，你们上台抹面粉干啥？对呀，马上就色了。对，那这个现在以前更多的是眉粉状的，都是一粉倒下去，然后现在后期是像这个砖块一样叫眉粉块，眉粉块一块，这个是被揉碎以后的，那主要的作用就是防滑，防滑。但是防滑的问题记住了，就是说一定不能碰到水，碰到水会更滑。那今天呢，我们这两位这个同学呢，他们是学过的，我们先让他们展示一下，来看特别专业的。但他们现在的装备都比我们那时候优越多了，是吧？从鞋就能看出来哈，很稳定。对，现在做的是抓举动作，抓举，调整呼吸。哦，哇，好，来姐姐试一下。对，哇，啊，很好。想想就是说，我在我们看来很专业，你觉得这个女孩子举得怎么样？她还行，因为现在毕竟是活动嘛，刚开始啊。那从她的基础动作来讲，她的技术还可以，还可以了啊。那我们看到呢，就是杠铃片的颜色是不一样的。其实呢，远远的就不看上面标的公斤数，通过颜色也是能辨认出它的这个重量的，对对对，是吧？那今天他没有拿那个最重的，最重的是红色，红色，红色的是25公斤一片。哦、然后接下来是红蓝，蓝色是20，黄色的是15，绿色的是10，然后在后面个位数的那就是5公斤是白色的，然后这个2.5呢是蓝色的。然后1公斤呢就是这个绿色的，0.5是白色的啊。我们就用银色的就行了。中间的这个叫杠铃杆，杠铃杆。其他的这个5颜6色的呢，就是杠铃片，杠铃片。然后那个锁头呢就叫卡箍啊，这是标准的这个举重器械。还想问一下张教练，刚才两个孩子呢抓举是过头的，每次都要放到脑袋后面，也是为了一种安全吗？标准的动作就是在耳根的这个位置。啊，不能太厚，因为你看就是重心嘛，你重心一往后整个就往后倒，所以一定要在自己的平衡点上，垂直的平衡点上，垂直平衡啊。还有就是举重的预备姿势有一个口诀叫抬啊，金豆哥哥，我觉得你刚才已经掌握要领了，加油啊。OK 吗？你先练练拉，就从这儿然后到这儿抬头挺胸翘屁股呢，3、2、1、哎，这意思吧，有点样子。哦，对，可以可以可以。哦，所以论技术的重要性哈。哦，我知道为什么揉上去之后要有这个动作。你看为什么？就这个，你看只有这个动作才能接住它。对，论技术的重要性，更论教练的重要性，是不是？我们看到那个黄老师啊，摩拳擦掌。对，你先熟悉一下这个，先熟悉路线啊。膝盖的上沿叫膝上，从这开始贴着身体，抬头挺胸翘屁股。先站直了，手放松一点点，自然垂直，抬头挺胸，胸挺起来，屁股撅起来，正常顺着往下走就行。杠铃往下走，放到膝盖上。1、2，蹬。对，拉拉。哎呦，这实力派，嘿。纯蒿吗？这是纯蒿的实力派。很有劲啊！都不用技术，直接。没劲。对，我都做不到。厉害厉害厉害。
明天哥哥来一下。妈呀，我怎么还是想建议你来这个呢？因为我腿有伤嘛。对，我先看一下，主要让教练看一下我这个动作。不用解释啊。哎，他预备姿势可以哦，胸打开。哦，就准备这样演示了是吧？哎，他这个屁股翘的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啊，他是不是偷偷练过？哦，这绝对举起了300斤的感觉，是不是？我们两个孩子呀，他们也听了半天了，我们让他们试一试，好不好？你们原来摸过杠铃吗？摸过吗？你先试一下吧。第一次。先拎一拎看看。哎呦！先拿起来就行了，我看看。大胆的往前看。啊，不用举，不用举，你就拿起来。我看你的样子可以了，拎起来就不错了。好，放。嗯，小心你们的小腰啊！我有一个问题特别想问一下哈，就是，我看到你得奥运会金牌那一场完事之后，第一个动作首先是解这个腰带，啊，特别帅气，太勒得慌。但这个腰带看来是有很大的作用，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每个运动员的习惯嘛，有些人喜欢用，有些人用不惯，因为它毕竟还有一定的厚度，对于贴身发力来讲，可能有些人会容易卡啊。但真正的作用呢，是一个保护腰。还有一个是聚气的这么一个作用聚气的一个作用。刚才正常，毅然下蹲，对，然后收腿站好，等待3秒钟，等裁判按铃，然后下杠，翻站，还有一个，这叫半蹲体，然后收腿站好，然后裁判灯亮下，还有一个叫下蹲体，翻站以后蹲到底，然后站起来。腿部肌肉也相当厉害才可以。对，这个光的一下，这个是根据不同运动员的习惯和用力方法，还有他的身材比例。如果很多力量大的一些运动员，他可能会选择下蹲，因为他的接杠时间更长。哦，先让小朋友们做个演示吧，好吧？下蹲。下蹲。动作特别标准。对，这个下蹲动作还可以。来，姐姐来一下，姐姐来演示一个箭步挺。金豆哥哥是不是已经做好准备了？做好了，看吧，加油！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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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从这儿开始哈。先翻到上面来哈。哎呀，假装很沉，假装很沉，可以，可以，可以，不错。好，按没按白灯？一，好，二，三，走，好，过。哎呀。金豆哥哥，这个杠铃杆已经过关了，下面我们就加一个最大的绿片，好不好？王博士试一试吧，箭步试试，箭步挺。对，先站直了，然后做好预备姿势，对，然后把气提起来，对，然后正常放杠铃，对。哎，可以，这样吧，好，就好，很好，好，收腿下，2、3，可以。好，是吧？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感受一下这个要想成为一名这个出色的举重运动员，我们应该怎样积攒我们的体能，好不好？好。张老师，我们日常练体能的时候有一个叫做立卧撑跳，是不是？
这个力握撑跳对于举重运动员的体能训练是不是特别重要？对，这个作为我们原来体能训练，这只是一个小项。嗯。但是这个呢，不管是从这个平衡，还有包括弹跳，都会有起到一定的帮助。力握撑它有两个动作。嗯。第一个是要先会俯卧撑。哦。会做俯卧撑，然后俯卧撑以后收腿要往上跳下来，再做，再跳，再做，再跳。作为这个基础来讲，我们从十个起吧。后腿伸直，然后这个脚尖稍微顶住，然后重心是在哪呢？是在这个肘掌的位置和肩的位置，控制好，然后吸气。啊，撑起来的时候把气吐掉哈。起来，跳。哦，跳这么高。再下去，再跳。那正常是这样的。那今天呢，我们就降低难度，我们就看看一分钟之内，一个俯卧撑起来，一个力握撑跳，能做多少个，好不好？好。那小朋友们先来。加油。嗯，我们一分钟计时开始。俯卧撑完了就一个，两个，二。我怎么觉得他没有俯卧撑？三。他做的可以。对。对，他看不到俯卧撑。哦，就那样一下。六。你看我们小姑娘呢，虽然慢，但是动作特别标准。动作是可以。对。八。男孩，你少了一个俯卧撑。对。俯卧撑。对。好，最后十秒钟的时间。十。九。八。七。六。五。到后面你看都跳不起来，你看。对。三。对。二。一。最后感觉只剩拍手，来，掌声送给他们。哎呀。累不累？没关系。刚才明明说不累，我知道你不累的原因就是我从来没看见你哪个动作里面有俯卧撑。因为他那个叫力握跳，他叫力握撑跳，他少了一个撑嘛，那难度少了好多。对，难度少了这个三分之一呢。来，我们请这组姐弟俩啊，然后预备姿势，开始，一，二，好，标准很多。三，四，真好看，做的。五，这个做的好。对。六，七，八，九，好，这最后一个。好，十个收。行。好，嗯，很标准。总体的他们的协调和完成的动作来看，应该协调性还是不错的，但是还要加以一些指导和修饰，那他们会做得更加规范嘛。对对，金豆哥哥是不是要试一下？先做做俯卧撑嘛，先不用跳啊。俯卧撑可以，其实它分几个步骤，会不会俯卧撑，会不会跳，会不会跳，两位金豆哥哥这个很标准，好像都不会。张老师，对，还可以，俯卧撑收腿跳，好，跳，对，好，再下，跳的也挺很轻盈。好，说好了就一个嘛。对，跳还可以。哎，也跳得很高，非常棒，非常棒。可以。黄博士也来试一下吗？其实这些动作的组合就是分开。难得奥运冠军给指导，先做俩俯卧撑。手伸直。对，手伸直了。一，很好。二。哎，可以。还行，还行。然后怎么样？对，先说。对，可以可以。除了没有拍到手，但都很标准。哎，我觉得你可以，你有。其实拍不拍手嘛，其实没什么关系，主要是这个跳起来展体的这个过程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我们的杠铃片上上，我们再来一个实战，好不好？我们分成两组，我们两位大人呢带两位孩子，我们看一看这组里面每人可以举多重，最后呢我们算一个总重量。好，两队呢已经这个我们组队成功啊。刚才我们的张教练呢也给我们做出了温馨提示，因为我和黄博士呢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我们只要从原地把这个带着杠铃片的杠铃提起来就算成功。好，我们都要量力而行啊。哎，哪边先开始？我们先来吧。好，实力强的靠后是吧？好好。哎，有这动作吗？哎，你没抹这个粉。我手干。算吧，二，三，算吧，好。张老师，这多重来的？三十，三二十五，二十五，十五加十，二三，好，好，
没有问题。好，下。好，标准。觉得黄博士先把预备有压力，前面的感觉都尽可能靠近杠铃。哎呀，好轻松啊！好，现在场上杠铃35公斤，金豆队四局。一般教练在旁边撒，撒，一个人都抢答了。好，哇，好轻松啊！哇。好好，你要认真啊，贴近身体，可以好，没问题，再加10公斤没问题吧？行，金豆哥哥，我觉得他还有实力可以挑战再多一点，我看可以，他可以的啊。这个黄老师可能就差不多了，腰伤了的确很难。主要是这个不是也分重量级嘛，对吧？这样这么纤细的黄博士，我觉得就没有太多练力量的话，可能不建议练太多嘛。好，金豆哥哥加油！加油！哦，是加了，两边都加了。对，加了个5公斤。好，哎呀，可以，可以，成功。在你们试验的过程当中，其实就能体会到举重它的重量重在哪里，重在不是说一时的兴趣就能把它做起来，其实不是的，这个都是在后面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一点点的积累。就像你像今天加得很快吧，很难超越，所以你必须回到原点。它需要一个过程，其实就跟我们的生活当中是一样的，在工作当中也是脚踏实地的走好每一步。对好了，好玩的游戏结束了，感谢张教练给我们普及了这么多和举重运动有关的知识，感谢一天哥哥、黄博士、金豆哥哥和四位同学，谢谢大家。好，那在这里呢，我们每位同学呢都可以获得妙可蓝多奶酪棒，祝愿你们健康成长。祝贺。那我们还给我们电视机前和网端的朋友们准备了快乐大巴的大礼盒，里面非常丰富啊，有我们的盲盒、我们的铅笔大保温杯，还有文件夹、 T 恤衫等等，希望大家呢能够踊跃地参加我们节目当中的互动，可以呢打开手机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快乐大巴的视频号，预约直播，一起来抓盲盒，丰富多彩的礼物等着你，还可以通过云端面试呢一起来参加到我们现场的视频连线游戏当中，所以让我们云上嗨起来。快乐云游是我们专门为在央视频快乐大巴号当中参与短视频征集活动和参与我们直播连线互动的家庭而专门准备的现场游戏环节，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今天的两组幸运家庭，欢迎你们。 Hello， 大家好。我们先请三口之家的小朋友做一下自我介绍，也介绍一下家人。大家好，我叫曾大喜，我来自浙江嘉兴，我今年9岁了，我妈妈是高级茶艺师，我爸爸是以前是空军，我非常崇拜他，很荣幸上这次节目，谢谢大家。欢迎你们家。大家好，我叫陈素瑶，我今年4岁半，这是我姐姐许云谦。大家好，我叫许慧谦，今年6岁半。这位是我爸爸，这位是我姑姑，我们大家要一起加油，取得胜利，加油，姑姑加油，加油。好，我们马上开始游戏啊！今天呢，我们奥运会的举重冠军啊，张湘湘叔叔来到节目当中了。那我们就请你们用1分钟时间，在家里呢找到跟举重运动有关的玩具或者物品。开始。这个应该挺容易找的，是吧？像我们家有2副哑铃，然后还有什么呢？有个垫子可以做立卧撑票。我的眼前现在全都是哑铃，我想问问姐姐和弟弟，这是你们两个人专用的小哑铃吗？是。哦，小张，你们家找到了什么？几对哑铃？2对。
两对哑铃是吧？好，那热身运动结束之后呢，接下来就要由张老师给大家出跟举重运动相关的题目了。好，第一个问题，举重比赛总共有几次试举机会 ？A 三次。六次。哎呀，会抢答了，我还没说呢。啊 ，B 是六次。这边呢，这都是这个牛年的标志是吧？六次，很好，你们回答得很正确。嗯，请听第二题啊。举重比赛中用的器械叫什么 ？A. 哑铃 ，B. 杠铃。好，三口之家。杠铃。回答正确，祝贺。好，请听下一题。举重比赛试举完成需站直立几秒后方可放下 ？A. 两秒 ，B. 三秒。正确答案就是。我们这边呢，好，弟弟你来说。三秒。回答正确，祝贺你们，每人各得一分啊。第四道题，举重奥运会比赛最终取哪项成绩 ？A. 抓举或挺举 ，B. 总成绩。我们让这边的姐姐来回答一下，好不好？来，姐姐。总成绩。小张答案跟他一样吗？是一样的。哦，都是总成绩。祝贺祝贺祝贺。特别好啊。每年一次的举重锦标赛，它有三块奖牌，分别抓举设奖、挺举设奖、总成绩也设奖。那只有四年一次的运动会才光取总成绩，多不容易啊，是不是？再为我们张翔翔叔叔鼓掌点赞。好，下一题。男子举重使用的杠铃有多重 ？A. 20公斤 ，B. 25公斤。好，姑姑来答一个吧，姑姑举手特别快。男子25公斤。小张呢？啊，妈妈来答吧。20公斤。三口之家答对。祝贺。好，下一个问题，标准的举重台有多大 ？A. 3×3 ，B. 4×4米。飞行员爸爸。我猜应该是4×4。好，这边姐姐来答。4×4。4×4，为什么呢？你也是猜的吗？比赛认真的看你们的题。很好，你们答对了。祝贺。好，请听下一题。举重比赛中裁判亮什么灯算成功 ？A. 2盏红灯以上 ，B. 2盏白灯以上。好，我们看小张举手举特别快，是吧？你说吧。是2盏白灯以上。嗯，这边弟弟呢也举手了，弟弟也答一下。你们原来看过举重比赛吗？看过一些，之前的奥运会的比赛，我记得是白灯亮的是表示通过。那个灯有几盏？3盏吧。很好，你们观察得很仔细。请听下一题。举重运动员比赛前几个小时称体重 ，A， 2小时 ，B。3小时。好，姐姐你来说。2小时。这边爸爸呢？2小时。对。好，我们来听下一题。举重比赛中，从点名上场试举到截止的时间有多长 ？A. 1分钟。B. 2分钟。好，姑姑，姑姑你来答。我记得是2分钟。小张。2分钟。这个很专业的问题你们都答错了。在60秒以内必须提铃离开地面试举，只要59秒你一离开地面可以正常试举。谢谢。那今天我们两组家庭呢都特别的棒，那通过这样的游戏呢，我们又补充和强化了很多跟举重运动有关的知识。好，今天呢我们的两组家庭表现都非常的棒，恭喜你们都可以获得妙可蓝多奶酪棒3种口味哦。祝贺你们健康成长。谢谢参与我们的节目，再见啦。今天非常高兴
幸张湘翔能够来到快乐大巴做客，并且呢跟我们一起分享了自己如何应对挫折，走出低谷，最终站上了奥运会金牌的领奖台，获得了这块非常有分量的奖牌。从中呢，我们可以感受到真正的强者不在于你可以征服什么，而在于你能够承受多少。那无论是辉煌还是低谷，中国的体育人呢都永远会为着梦想而努力。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下期节目再见。欢迎来到快乐大巴，名人大咖、专家爱豆现身说法，为你应和支招。我是航天员刘洋，红云，邓亚萍，苏永昕，人生因奋斗而精彩。郑玉强，卞小珍，于贤和，张君英，吴玉中，我叫吕佳，王宏伟，王凯，张英席，刘媛媛，王楠，王浩，陈一冰，何冲，杨凌，宋柏，我叫张彤，演员王一，许文广。探讨亲子话题，表达家庭心声，倡导多维视角沟通，引领良好家风传承。参与云视镜，全家一起玩连线互动游戏。央视少儿频道大型融媒体亲子成长节目《快乐大巴》，央视少儿频道、央视频《快乐大巴》号，精彩不容错过。